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亚美尼亚朋友夏鲁西。今天我们来了亚美尼亚国家歌剧院。亚美尼亚歌剧院的全名就是亚美尼亚亚历山大西班达里安国家模仿歌剧芭蕾舞剧院。亚历山大西班达里安就是亚美尼亚的很有名的作曲家，他是就是这个我后面的雕像的人，就是亚历山大。你们觉得这个建造有几个层？3、2、1，我觉得你说的不对，这个建造有14层，所以我们去看看他的雕像。1933年，亚美尼亚歌剧院正式开放，首场是亚历山大西班达里安的歌剧，叫《钻石》，用亚美尼亚语说就是 Almas。 这是为什么亚美尼亚歌剧院有它的名字。第二个雕像就是汉内斯·图马尼扬，他是亚美尼亚的最有名的作家。亚美尼亚国家歌剧院有两个音乐厅，一共2900座位。它是按照亚美尼亚建筑师亚历山大·塔马尼扬的设计建造的，它包括两个大厅，拥有1400座位的阿拉姆哈恰图里扬音乐厅，还有拥有1200座位的亚历山大西班达里安音乐厅。埃利文歌剧院的开始推动了民族歌剧和芭蕾舞剧的创作。首场亚美尼亚芭蕾舞剧是阿拉姆哈恰图里安的芭蕾舞剧，叫《幸福》。自开放以来，埃利文歌剧院已经出演了超过200部由亚美尼亚、俄罗斯和西欧的作家所创作的歌剧和芭蕾舞剧。剧团曾到俄罗斯、西班牙、黎巴嫩、美国、希腊、德国等20多个国家的表演。该剧院还举办过乔尔斯·阿斯纳沃尔、伊恩·安德森、约翰·麦克劳克林等等。我后面的这个雕像就是阿拉姆哈恰图里昂，他是世界上最有名的作曲家之一。你们听过没有这个音乐？这就是他写的音乐。好吧，今天就到这里，拜拜，再见。